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The Common Hue 31平米一居室的样板间。那首先进来的话，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的话是一个卫生间的位置，那左手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。那仅一墙之隔的话，可以来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学习书桌。那整个空间设计的非常合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样板间。那来到这边的话是我们客厅的部分了。那客厅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样板间摆了什么，摆了 Coast。那可以看到在优衣库抢购的热潮中，那放到了我们的样板间里，证明什么呢？我们的样板间也是需要抢的。对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阳台的部分了。那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卧室的部分。那卧室的话也是有一面很大的这样子的玻璃窗，可以带给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氛围。那这边的话还有提供像衣柜，还有我们的梳妆台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31平米的样板间了。如果有喜欢的朋友，请联系我们哟。